正把准时换工作，进意外勾出往日情。我本身是我父亲是我母亲是公务员，所以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很安稳的过一辈子。进入职场之后呢，发现到一个公务员朝九晚五，非常非常沉闷。那你这么好吗？我不要，这不是我们的人生。你在认班的时候是因为我，所以离开公司。这不是我们。